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种台湾夏末秋初非常棒的一种锹形虫，叫做龙牙。噔噔，好，这只虽然龙牙不是非常非常的明显，但是呢也相当的漂亮。这是今年呢我们遇到的第一只大圆翅锹形虫。那圆翅鼠出现的季节呢，就代表台湾的虫季已经准备告一段落到尾声了。可是呢，看到它还是很开心，因为这是每年最期盼的啊。龙牙是台湾最大型的圆翅鼠的锹形虫，那也是台湾我个人特别爱的。为什么？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体色看起来有点黑油，其实它是带着红棕色哦，很漂亮。然后如果你有机会看到大圆翅锹形虫的话，你一定要做一件事情，跟我一样。大圆翅锹形虫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味道，我们就简称大圆味。大圆味对不对？因为之前哈密瓜叫哈味嘛，这叫大圆味好了。然后这只的龙牙虽然不是很大，但是呢，它的上齿突已经跑起来了。各位如果不知道上齿突的话，有机会你可以看什么？有机会你可以看一下我今年的新书《锹形虫日记簿》里面讲到锹形虫的牙形，你就会知道它这个大颚上面的上齿突代表的是什么。那很高兴今天跟大家介绍台湾最漂亮的锹形虫之一——大圆翅锹形虫龙牙哦。大圆翅锹形虫啊，大型的当然很漂亮，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它小型个体的公虫啊，有没有跟母虫真的很像很像，所以要分清楚哦。